你也感觉讲念到这样，我用尽所有的一切的力量念佛，就是希望能够得生净土。哎，也真的让我打到了。所以我在这念佛的时候，念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大势至菩萨带领的清净大海众菩萨，要来跟你招手来啊！你的位置准备好了，要不要来？那个心，那叫做准备好了。每一个念佛，每一个盘腿的当下，每一个亲近道场的那个时段，都是为跳脱苦海全力以赴的做准备，不需要妥协的。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要去深刻地感受到万念放下。但是这三个条件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？啊？有人认真听啊，你话拢都久无听着哦。建立在什么因缘上？没有了出离心为我们的戒，戒为我们的根本立场，你这三个条件是没生命的呀。没有生命的，他就不会成就啊。公婆生命的条件外，你就是他成就不了。我们直接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呦，心来心心，哎。嘴咧念阿弥陀佛，你成功啊！来去求世界，但是心内嗰啲成功，咱兜破灭嘛，未歹，成去求世界。啊，啊！即个念佛，我大天时道场困咧困中铺，寒要寒咧，冷啊真空空，咱兜安尼变成哦，你叫做啥？哎，啥物啥物城啊？哦，咱床的世界啊，啥物啥物啥物。席梦思啊，他们是哇塞，那就是工作强大哦，那个较好困。啊，大家的时空，假如你起了那个极为分别心，那你还是依然眷恋持说佛，你所念佛的一切功德，那得存在热气球哦，热气球我看过吗？电视嘛看过，那热气球啊，不去你讲半空中哦，消防员跑得落来啊，欠袂惯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，当你建立在出离心的一个条件之下，你不会再去分别此世间哪个是你所执着、所可爱的地方。你那个菩提心成就，念佛的当下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虽然就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此南无阿弥陀佛当中已酝酿的阿弥陀佛的他力加持，也有我的什么智力加持，因为我知道阿弥陀佛因地发愿，我此智力就是我的心也跟阿弥陀佛心相应，所以我很恭敬地称的弥陀圣号，愿生净土结合，然后下一个念头就是我。确定要到净土世界，毫不犹豫的。所以等待无常来了，现在来就现在来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因为我就是在等你这个呀。就像我们在坐飞机，这飞机一坐就坐了几个小时，我们就等待要到达目的地嘛。目的地到了就赶快下车了。啊，对了，哎，坐先坐卡久卡少哦，无啦，时间到，一年之中，哎。该得生净土就得生净土，万念放下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看这些净土圣贤录的时候啊，好多长老比丘、法师，还有居士们，当他们念佛成就时，每个都是带着微笑离开此世间的。不记得点不点到云涛到云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敢讲那念佛盖快到上干来？念佛念到恁七空在念做一空。你讲讲讲念佛很快乐，你比咱隔做一个世界来啊！
才是我们常在谈的佛光普照啊，因为法就在你身上找到了生命力，那是你快乐的在念佛。但我快乐的念佛是觉知此世间苦，我已经看到了，已经到达彼岸的那个力量，已经净土世界就在我眼前，那个欢喜心啊油然而生。要念佛要念到那个心境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对不？对不起，过泡泡我不会搞的，啊，你这个声音就较大声啦，遐有声啦，无声啦。对不起。那力量啊，是你在念佛时候，你看到极乐世界就在眼前，那种回向啊，那你那么心情，就如同来带着小朋友、幼稚园的小朋友要去溜滑梯，他看到了溜滑梯，以阿弥圣人的心情啊。是不是安尼？迄囡仔是不是安尼？妈妈，带我来去溜滑梯嘞！你甲带来，伊还未胜，还没有真正玩溜滑梯，他只是看到了溜滑梯都会笑出来。我们念佛的已经觉知到净土世界就在我眼前，你当下的心是什么心？是那极为欢喜的法喜。所以你看，菩萨初地菩萨第一地叫做什么地？欢喜念佛，好不好？好。他那么欢喜心念佛，欢喜地念佛，净土世界就在我眼前。哇！当你念佛的当下，弥陀净土。好，架构在出离心之上，有了发菩提心，有了一心称念弥陀圣号，有了愿生净土。他只不过是在极乐世界里，我们可以说是在极乐世界的入门款啊，入门款。哎，虽然听到极乐，但极乐世界很宽广，就如同你能够到极乐世界，但是距离到见佛、花开见佛的时间距离还很长啊。所以在上品上身跟上品下身啊，光在上品下身、中身上身这三个都条件都差。上品上身什么叫上品上身？你到极乐世界当下可以马上见阿弥陀佛。你上品终身要隔一夜，你上品下身要七日七夜，那不是我们这时间一日一夜哦，啊，不要紧啊，差一礼拜两个差，哎呦，那一礼拜一差，啊，咱差不多十万年耶，有差无？差不多几哦。虽然都在上品，但是下身、终身、上身，这跟咱在大饭店哦，大上班啦，大上的卡啦，计较不同款无？不敢吗？差很多的哦，是不是？啊，同款你到这间饭店，我去上班好上贵吼，为什么？你景在那个 view 啊，景是较好，介绍较贵无？当然啦，你要较好会较贵啦，介绍当然较贵。哎，我到后摆咧，到下头站一看出去，哎呦，拢个熟光咯，看到拢个计较，迄景色无介好，迄较俗。因为你进来就是天天在那里进不去嘛，所以虽然同样住在这间饭店，但是他所感受到的境界是不同样。但虽然已经有在出离心的境界之上，虽然我们有这个发菩提心，有一心两分，有观心净土的条件，但是我们只是住在第一站，听到没？我们只是在第一层的下品下身，我们要到上品上身，还要再努力，要再加码用功啊！我们叫加行用功。那当然，怎么样的在下品下身，然后能够去入到中品，
就能够进入到上品。那那么念佛，他绝对可以找到欢喜的地方。第一个，你要到你要往上一层中品，我们现在是在下品啊，建构在出离心。我们现在有了三个条件，我们只是在下品。哎，我们希望进到上品，进到最上品。但要进到上品，要先经过中品。中品就是要多一个条件，要多少修善。你要跟人家广结善缘。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子，我们来到道场发心用功，我们护持三宝，我们遵守规矩，我们平常就已经累积了我们的善根福德之粮，广结一切善缘。虽然只是在这里一天一日一夜，但是你在这之前已经累积了很多善缘，这些善缘都成为你成为在中品的一个资粮。当你成就的时候，哎，就如同我们去断供这样，哎，人说哎，你若在地来可以升等。怎么样？我们讲的有去一些游乐区啊，哎，我那个几十岁以上的可以有优惠的啦，那懂那个是你的税款高些嘛？那是举个例子。哎，我们已经到了净土世界，虽然是在下品，但是哎，当你到了下品的时候，哎，你那个资粮具足了，具足什么？啊，原来你一直爱说佛，以广结一切善缘，持善缘能增上你的品位，那自动升等，让你到中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多少修善，所以咱人来到道场，无论咱在家出家，该咱做的，咱得全心全力的去做，而且说做一切无计较。用心去要维持第二阶的进步，迄拢是修身的后果主义。你做主持的，你甲主持这边做好；你做公派的，公派这边做好；你做亲像，你甲亲像这边做好；你做地客，你做一切工作任务拢嘛做好。所有一切任务拢是修身的一面，拢是一心前后的主义。你一旦做好，就是靠分嘛。靠分的时阵，好吧。为什么要去你中品，甚至连下品都靠到无一家？就是你无真心真力去做。那我们在家也一样，虽然我在家，但是我面对该轮到我的职务，该轮到我的工作，我虽然是在家，该我发心的，该我尽心尽力的，我全力以赴，而且在工作的当下，没有任何。而你分别计较，那个善法就具足。这个善法会让你在净土世界，你的心就会因为在这个磨练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心早已清净了，你自然到净土世界就直接升等到中品了。听得懂这个比喻吗？听懂吗？自然就升等了，就到中品了，就上去了，直接就上了。为什么一查一看一相应？哇！你平常在道场，哇，用八关斋戒用功，哇，时数这么多，精进念佛这么的多，我们一起的生命短短的几十年，你既然可以参加念佛无数次，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别小看我们每次的共修啊！力量不可思议啊！你每天每天的功课定课，你每天每天文法的力量，都让你升等嘞。熏修的力量，会成为你到净土世界的非常好的善缘。那从下品升等到了中品，哎，现在要升等到上品了。怎么样有上品的条件呢？
我们是建构在出离心。但这上品的第一个条件要抵御，要抵御。那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谈的离欲，就是现出家相。你舍俗，持经割爱，舍俗出家，那个心决定的力量很强。比如说我们在此世间，这糖人家随便给剃掉，不太简单嘛，真的很不容易呢。你看那个小孩子啊，那国小啊。你跟他讲说剃光头很好看，你看你被他剃，也靠你看嘛。那些小朋友跟他讲说，当年剃光头，他绝对跟你哭跟你闹。你看那个累积以来的那个习气，会抓着不放。当我们面对境界，我可以将我最执着的，你讲所谓的这个他，我终于终结掉了，那是一个剃掉习惯。一开始的体力有些简单哦，那个心是多么的挣扎，这选择出家在家的那个考验之心很强。但为什么他愿意舍俗出家持心割爱？因为他看到佛法真正的可以利益我，可以让我安稳得解脱，所以我愿出离那个抵御一切的欲望，叫做破相出家。这破相出家就是他的那份决定心，他刹那间的那个心就这么的强。所以在《南山律在家备览》里面有提到，有人呢就有居士，他说八万斋戒，他觉得他说八万斋戒很认真的念佛，很认真的念佛，每次说八万斋戒都很真的念佛。也不非时时啊，不着香花瓣啊，不歌舞唱妓啊，不往观听啊，不坐高广大床啊，哎，他都做了，他都很严格的要求自己。可是呢，他就觉得他来到道场用功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个出家人，尤其看到那沙弥，啊，他走路无人无嘿，他做起事情啊，这样无精打采的，心里就。起了慢性，出家人路边啊，带红包啊，喜欢都爱出家，就起了慢性。啊，有一天呢，无常来了，哎，那个沙弥本来是沙弥的那一个，可以得生净土，那个每次参加八关斋戒的那一个。很用功，可是他还是回来说佛。很奇怪了，有人就问他，问了世尊，在我眼见的人所看到的是那个在家的来说八万斋戒比较用功，那个出家的有气无力的。怎么会那个有气无力的到净土世界？这个平常受八万斋戒的，看着盖眼睛的时候，他们到不了。佛陀就跟大众解释了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哪里？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有人知道吗？啊？哪里？听不太大声的东西。啊！起慢心，空出离心，有空出离心，有空慢心哈。好，等等，我很得白的哈，但我认真出了点。佛陀就跟大众讲，为什么是那个沙弥会境界高了一点？佛陀从他出家那一天开始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家。
听我，那个受爸妈责任，他现在受，他明天早上就回家。你听我，啊，你上街来看，啊，就叫你大家拢安尼过来接你过来，好不？好来讲，一打，哦，伊都我都看见，都看泡面，马仔就回家。那个小三，我不看泡面，明天还是要留下来。你心无感化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起任何染着于世间的念，虽然看起来有气无力，实际上他的心很坚强。因为我没有想要回家过。我们虽然很认真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们的心里面告诉我，更卡甜，卡更卡深，更卡甜，明天就回家，不要紧，不敢放哦。表面上这样，你今天怕面，但是心里面想说，明天就回家。结果时间一到，输赢还差点，最差一个，你转换。所以佛祖，我们在南山地在家背来的时候，那里面所谈的，虽然我们一日一夜，虽然那个心思一日一夜，但是我们要让它成为长远的力量。我们很清楚，虽然我现在是在家学习佛法，有众多的条件，虽然没帮助，但我要把这个一日一夜的心转换成离欲心。所以叫离欲摩罗汉，离欲就你会自然的会达到那地步，此生虽然现在一年没办法具足，但终有具足的那一天，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，你离欲了你就没有慢心，你看一切三宝自然恭敬。为什么？至少他可以破相出家，我也愿舍俗出家，持亲割爱，得生净土，好不好？好，不是要那个事。所以从下品到中品，从中品要到上品，第一个离欲心。是为什么上品都是先出家相的？亲近大海众菩萨都是走在最前排的，都是比丘，先出家离欲心了。那表演所诉说的就是那个离欲心。好了。有的离欲心呢还不够，中品是多少修善，上品必须要怎么样？修众善法，所有世间一切的善法，你都必须去做。只要是今天碰到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就去成就它。南北健康会者啊，修炼。不是在跟我喜欢做，我欢喜做的，那你就成为执着。你有执着就有相，有相就有违法，有违法就有生，有生便不得解脱。人家当老师拿你讲这些，咱队友起来了，你恐怕很快出去就回来。有生命就是有违法，有违法就有生命，有生命就不得解脱。所以你经常会去跟挂我喜欢的，我想要的，你已经把我的执着框住了，我建立了我的存在就有了生命，你没觉察啊？你过我来这样，这里我盖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那个，这个磁场好，那个师傅好，那个师傅怎么样？那你心已经起了散乱分别心，不得解脱。不得解脱，那我们必须要把它转换成修一切三法，修一切三法，只要能令我安心办到底，一切的善法因缘我都做。中央在道场里面大了精彩，会当做哦，啊，轮到我就做，少轮说该我做我就做，做有点该做就做。该我念佛的时候就是好好念佛，
当你在大地，你就好好用功念佛；当你在大的，你就好好的发心做事；当你在办公室，你就在办公室好好的值班；当你在扫地，你就认真的扫地。每一个当下都是在修一切善法、持善法，就是训练我们的无分别心，一切功德皆平等。不论在大的，不论在大殿，不论在扫地、在厕所，一切功德皆平等，叫做修一切善法，又名为平等法。阿弥陀佛。哦，离欲心平等法结合了，又加上发菩提心、一心称念，还有愿生净土，这五个条件综合起来，叫做上品的条件。这就是我们念佛，我们可以用一日一夜的时间，可以成就上品的条件。不给他吗？非常值得。但是那个新的经验要加强，让它成就。为了今天在座各位能够发起广大心，我们建立在出离心的大地上，成就了我们的菩提心，一心念佛，愿生净土。然后呢，又能够修一切善法，又能够依于出离心这个离欲心而获得究竟解脱。我相信我们指日可待，我们都到弥陀世界上品上身来要修办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时间关系就跟各位谈到这里。祝各位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